扬声大师希拉里昂信息，关于加速转变。编译者来自天狼星的 Frank。 问候挚爱的地球上的兄弟姐妹们，你们许多人将感到来自身体的热度，因为你们的肉身在开始激活你的 DNA、RNA 编码。对你们来说，这可能会是一段不太舒服的过程，所以很重要的就是保持大量水和物的饮用，以及很好的休息。请相信一切都很好，通过你们以太层面的指导者，你被小心的照料去通过这个过程。请聆听你的指引，并且按照任何被授予的提议去行动。这个过程是一段加速转变的开始，留下所有过去的限制。过去将消失无形与溶解，而你会了解生活在此刻当下的状态。这会促进一种意识更高的明晰，以及一种内在的知晓，确信在你认知观念上出现一种转变，同时你将重新开始，以任何一种对于你来说独一无二的方式获得神圣能力。我们作为你们的指导者与团队的成员，以许多种方式在帮助着你走向旅程的下个阶段。你们从未孤独过，挚爱的亲人们，因为在这段紧张与不可逆转的转变中，我们与你一同前进，而它现已开始。你们来到这个点，是因为你内在深深的愿望，去履行这个你已选择为这个神圣计划，贡献自己力量的使命。现在，这个使命开始以一种更快的速度在揭示中，而你将惊奇于在短期内，自己已获得多大的进展。你们身体的细胞正被再生与恢复活力，同时你会感到周期性的能量翻涌在你内在发生，这会导致周期性的头晕情形。请保持冷静，深深的呼吸，并处于一种平和的状态，从而允许这种全新的感受充满与围绕你。这里有着许多的在校准，在你人类操作系统和形态领域中发生着。这可能会临时的让你能量流动的子午线混乱，不过会再度回归平衡。你会拥有许多睡意和嗜睡的戏剧场面，因为你正与前所未有的更高频率校准，它们正在席卷而入。请看向天堂的校准方向，因为它们蕴含着正在你们星球之上与之内发生的转变，当然还有你们自己内在。所有一切正以一种更快的速度移动着，线性时间仅仅由于仪器和设备的关系被允许着，这些在过去被人类制造了出来。现在的时刻是与你们内在的源头去建立连接，以一种有规律的方式，好让你接收必要的指引，这样你就可带着自我神圣的时机停留在正轨上。每个人都有着自己内在的时钟，而现在是细微调整的过程。所以很重要的一点是跟随你直觉的提示，而这就是真实指导在流经的地点。所有的生命在亘古以来的沉睡之后，都处于存在的觉醒过程中。那些与更高频率较准的人与许多正在发生的转变和谐一致，而且这会在他们可能去到的任何地方成为催化剂的角色。由于他们经历着每日的生活，他们为自己身边的人们激活了觉醒的编码，认识的或是未曾相识的。作为宇宙能量的导管，这些人从他们能量的领域辐射出光彩，触及了每个人，并点燃他们自我的发展过程。最重要的是，这些转变代理者在每个想法、词汇与行为中保持平衡的姿态，因为
这可能会对围绕他们身边的其他人产生影响。对于那些有着这种觉知的人们来说，这是一种伟大的责任，你就是在这颗星球上的这类角色。请保持高昂的姿态，平衡自己，并处于一种喜悦的状态，因为这会帮助保持一种和谐的平衡，给那些在经历能量冲击过程的其他人，他们正经历持续的进化清理过程。这是你们的角色，作为光之灯塔，而你们大多数人已经学会如何让自己迅速的再度回到校准状态。请在每天开始冒险前清理你的能量，在你回家之后再进行一次清理与平衡你的每个脉轮，这样你的活力之源就至始至终畅通无阻地流动着。如果有些想法在你的意识中看似要把你的焦点与能量拉低，学会自动地让它们向更充满活力与确定的状态转化。这些依赖于你自我力量去获得的日子，现已从你这里开始。扬声大师希拉里昂的祝福。Hi Lorian， 谢谢收听，感恩祝福。